我跟瓜哥，然后呢，他就走，我们就走在一条就很漂亮的街道，这样很美很美的 view， 然后我们还坐船到一个小岛，哇，然后我们就走的时候，他对面就有两对夫妻，然后那男的就这样拿着相机，然后就这样看到我们，然后就跟他老婆讲，这样，然后就说走，然后那个老婆是亚洲人，所以瓜哥就想，你看，就跟你说哦，艺人出来还是要装扮一下，真的，你看，真的到这边国际巨星还是要有人照顾，还是艺人还是要有艺人。趁机我跟你们教育一下哈，啊，我们要清明，然后大家如果要合照的话，我们就要拍照，这样好吧，不要拒绝人家。啊，两夫妻好开心，这样走吧，就跑快，然后就把相机交给瓜哥说，你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为什么兴奋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小岛上小镇上没人，所以他看到我们超兴奋的，然后瓜哥拿着相机出来，超气的。